当正手发力冲下旋时，人的感觉就像弓箭一样，先要去势。当击球的时候，要把身体的腰、腿跟手三者的这个力量都融合到一块儿，集中去发力。像我拿上海世乒赛冠军的时候，用的就是第一代的狂飙王，五层纯木木芯，最经典的弧圈球打法的球拍，球板薄，但是它的韧性比较好。一板发力过去呢，基本上能够造成很大的威胁，对方回过来的球基本上也能够连续进攻。反手拉球可能动作的动作上面更固定一些，因为它的动作不如正手这么幅度要大，尤其是腰的幅度这么大，可能需要动作更加固定。我们队里反手打进口的胶皮比较多，但现在也慢慢开始使用国产的胶皮。最主要以前使用反手的胶皮，感觉最大的就是太硬打不透。像我现在使用的天宫套胶，它的弹性比较好，速度也很快。我反手过渡完之后呢，就能给正手创造出机会。